这里有口口，拍一下特写。他听不懂中文。嗯，没事，让他看一下，这里有个孔就好了。然后是这个界面是吧？对，就是这个界面，这里、嗯、校正。校正聚焦。校正聚焦。嗯。没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看这个。你点了个移动哦。对，这里。看这儿，看这儿，这里要跟产品齐平，这个跟产品齐平。哦，这样子的。好。对，然后看上面，这里。然后看这里，哪里？这个图标啊，校正块屏幕，这个校正块要在左上角，给你来个特写，放大一点。这里设置左上。啊。然后再移动上。那我再原地。移动下来，然后设右下。他怎么到那边去了？对啊，设右下呀。主要就是要看屏幕啊，看这里。啊。这个校正块要在这个位置。啊。来指一下，免得他不知道。不用拍镜头，拍屏幕就行。鼠标右键，不是鼠标右键。可以了。